好，那我们开始上课啊。第四节建设工程策划，这里呢每年要考一分，近些年呢都是考在决策阶段策划的内容和实施阶段策划的内容啊混到一起，让你挑出来哪些是决策阶段的策划内容，哪些是实施阶段策划内容。这个考题呢是非常有规律的，我们掌握一个规律啊就可以搞定。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啊其他的比较重要的有可能被考到的几句话啊。37页1040，建设工程项目策划指的是什么？看第三行，第三行中间旨在为项目建设的决策和实施增值，这是策划的目的，策划的目的还是增值是吧，只是它为决策和实施增值。翻过来38页第二句话，1041下面，建设工程项目策划决策阶段策划的主要意义是什么？决策阶段不就是决定要不要干吗？它讲叫定义项目开发或建设的意义、任务和意义，就是要不要干是吧。翻过来39页，1042下面第二段，实施阶段策划的主要任务是干什么？那决策阶段定下来了要干，实施阶段就是确定如何来干是吧。他讲主要任务是确定如何组织该项目的开发和建设，决策阶段决定要不要干，实施阶段是讲如何来干是吧。然后下面有个小标题二，项目目标的分析和再论证。这里呢这几条啊比较重要，上次考呢是2013年啊，我觉得今年应该重点掌握一下啊，容易考个多选题。它主要工作内容包括七条：一、投资目标的分解和论证；二、编制项目投资总体规划，是不是在一的基础上先分解和论证之后觉得这个目标能实现，然后呢再编一个总体的计划呀。规划你可以理解成就是一个计划，粗线条的计划就是规划是吧。然后三、进度目标的分析和论证；四呢又编制总的进度计划；五、项目功能分解；六、项目面积分配。功能分解啊不就讲的是这个项目是干什么用的，大概功能的意思不就是干什么用的吗？面积分配呢就占多大地方。双括号七呢是确定项目的质量目标。其实呢这七条讲的啊就是三大目标是吧，三大目标加上计划，你可以给它记三大目标加计划，一分解一分配是吧，一个分解一个分配加上三大目标的和计划。然后啊第五点呢就是近几年常考的决策阶段和实施阶段策划的基本内容的一个对比，我们看题啊怎么给它区分开。像这个题目啊应该是2015年考过的题目是吧，说下列建设工程项目策划工作中属于实施阶段策划的是哪一个。我们看 A 选项，编制项目实施期的总体方案，哎，有实施期有总体方案。 B 实施期的总体方案。 C 实施期的总体方案。D 啊就 D 不一样是吧。那这样啊提供给我们一个关键词，决策期看到总体方案它属于决策阶段的一个策划，看到总体两个字你就给它判断成是决策阶段的策划。第二个关键词是什么？决策期。如果啊这里没有总体两个字而写的是决策期的一个什么，那它也是决策阶段的策划是吧。这是决策阶段策划的两个关键词，你把这两个关键词给它抓住啊就可以了，题目你就做得来啊，考试呢基本上都这么考。我们再看下一个题，建设工程项目实施阶段策划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实施阶段是如何干是吧，决策阶段是要不要干。 A 定义开发或建设的任务是要不要干是吧， A 错了， B 如何来干
是正确的。那 C 跟 D 呢？啊，就是不着边的干扰项，是吧？第三题，下列建设工程项目实施阶段啊，实施阶段的策划的工作中，属于项目目标分解和再论证工作内容的有哪些啊？就是刚才给大家强调的啊，比较重要的那个点，是吧 ？A 编制项目总体投资的一个规划，对吧？要先把目标分解，然后编制总体的投资规划。B 总进度计划也要有吧？要，还有进度目标的分解，你要想得到，是吧 ？C 好像不记得。D 一分解，一分配，有正确选项是 A、B、D、E。第四题，下列工程项目策划中属于项目决策阶段合同策划。哎，问你决策阶段先抓住哪个阶段，然后属于合同策划的是哪一个 ？A 组织方案设计竞赛，不太了解，先给它放这儿，是吧 ？B 确定项目设计合同结构方案，没有这个关键词，似乎也不太了解，给它放这儿。C 拟定施工合同文本，没看到关键词。D 确定实施期合同总体的方案。哎，从这个总体两个字，我们可以判断出它就是决策阶段的一个策划，而且呢前面还有合同结构几个字提示你，那我们很快乐的啊选上 4D 是吧。这样的题呢你就用排除法啊，一定不要紧张啊，排除法特别好用。本节重难点的一个回顾啊，主要是把策划的主要任务和管理第一节第二节讲的管理的主要任务啊，再给它重新给它区分一下。决策阶段策划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定义项目开发或建设的任务和意义啊，大概讲的就是要不要干嘛，是吧？干这个能不能赚到钱嘛。而实施阶段策划呢，就是如何来干啊，已经决定要干了，既然决定要干了，就是如何来干这个项目了，是吧？叫实施阶段的策划。而决策阶段项目管理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决策阶段确定项目的定义，就是确定这个项目有哪些活要做，确定这个项目有哪些活要做，是吧？决策阶段。而实施阶段的项目管理的主要任务呢，三大目标的一个控制，是吧？使目标得以实现。还是回顾一下之前的知识点哈。那第五节建设工程项目采购的模式这一节呢要考四分左右。四分左右呢一般的情况下是三个单选一个多选，是吧？偶尔呢也会三个单选啊，或者两个单选两个多选这样啊，考到六分最多时候。一般的情况就是或者两单加一多这种情况，四五六啊，经常考的四五六分。好，我们看一下教材啊，先看教材。教材了解两个知识点 ,PPT 上没有打 ,1052 下面。1052下面第一段倒数第二行，在国际上建筑师事务所往往起主导作用，其他专业事务所设计的事务所配合建筑事务所从事相应的设计工作。这里呢是12年考过的一句话，其实我认为基本上也是死掉的一个考点，但是呢它翻来覆去的啊考了两次，我们还是简单的看一下，是吧？然后我国业主方主要通过什么的方式选择设计方案和设计单位，叫设计招标。我国呢都是招投标，是吧？国际上呢讲竞赛，设计竞赛啊，不中标呢给人颁个奖，是吧？最起码啊心里呢还是比较热乎的啊，排个一二三，虽然没中标啊，排了个第二还给人颁个奖，人家没白完全白干活嘛，是吧？所以国际上还是比较人性化的。1053项目总包的模式啊，总包的模式呢，这里第一段啊，第一段呢看一下啊，经常考这个概念，说建设工程发包单位可以将建筑工程的勘察、设计、施工、设备采购一并发包给一个工程总承包单位。其实呢它还可以包一个叫试运行，是吧？工程总承包还可以包叫试运行。然后呢这一段我们读完啊，
也可以将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施工设备采购的一项或者多项发包给一个工程总承包单位，但是不得将应由一个承包单位完成的建筑工程肢解成若干个部分发包给几个承包单位啊。其实呢，这是我们建筑法的一个规定，在法规中呢很重要，不得肢解发包，是吧？翻过来42页，42页第三段，建设工程项目总承包的主要意义并不在于总价包杆和交钥匙，其核心是通过设计与施工的组织集成，促进设计与施工的紧密结合，以达到什么目的，还是增值的目的。那这段呢，讲的还是我们工程总承包这个概念，是吧？至少要包设计跟施工，讲叫设计与施工的组织集成。组织集成啊，就是一家来做呗。这样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施工能够很好的理解设计的意图啊，不会出现太大的质量问题。在我们国家，早在80年代之前啊，都是工程总承包这种模式，因为那个阶段的楼没有高于6层的啊，不能说没有，很少有高于6层的，是吧？都是一些小项目啊，没什么太大的项目，所以呢啊，一家都做得来，而且呢，你看啊，大街上盖的房子啊，格局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新花样，所以呢啊，特别简单。但是呢，从80年代以后啊，中国改革开放啊，发展越来越快，这个工程呢做的也乱七八糟啊，什么鸟巢、乌龟、王八蛋之类的，什么大裤衩、裤腰带之类的，这个千奇百怪的一个建筑多了起来，所以呢，设计施工啊就慢慢的分家了。分家了以后呢，就会产生问题，譬如说，北京南站又被称为王八蛋，是吧？这个东西设计出来，施工方啊往往看不懂图纸，你这个设计的是个毛线呢，是吧？做着做着容易出现质量问题，所以呢，我们国家现在发现啊，设计施工分开来做呢，这个问题太大，所以在今年2018年的3月8号，又发了一个文件啊，住建部感兴趣的应该可以查一查，发了一个关于工程总承包啊管理的办法的征求意见稿，啊，发了这么一个文件啊，就是还是要提倡工程总承包这种模式。设计施工一家来做，或者组合联合体来做，这样呢促进设计施工的紧密结合，是吧？但是呢，那个文件中说了，我们这种合同要采用固定总价合同，而不是我们教材中说的多数采用变动总价合同。他们教材这一段最后一句话，多数采用变动总价合同，其实呢这句话啊，也不知道他从哪抄来的啊，他与菲迪克不一样啊，菲迪克也说要用固定总价合同啊，而且我们现在这个征求意见稿也说要固定总价合同，但是考试呢，如果考到这句话，考到这段话，你还用按变动总价来选就可以了，是吧？43页最上面一句话，在国际上，民用项目总承包的招标多数采用项目功能描述的方式。什么叫功能描述呢？啊，就是我干这个东西啊，大概是干什么的就可以告诉工程总承包。为什么要采用功能描述呢？就是因为项目总承包啊，一会儿工程总承包，一会儿项目总承包，你应该知道它俩是一个概念，是吧？它包设计，设计是由它来做的，是吧？那我们国家其他的不采用构造描述。什么是构造描述啊？构造描述就是有了图纸的才叫构造描述，没图纸那就是功能描述，要你自己来设计图纸，是吧？因为就是采用的项目总承包这种模式，要你做设计，设计图纸叫功能描述。然后黑标题四，项目总承包的工作程序，这里呢经常会考排序题啊，排序题呢大概考法其实考出来也很简单，是吧？我们今年呢主要看一下双括号7、双括号8项目管理收尾都干哪些工作，合同收尾干哪些工作，是吧？合同收尾我们念一下，取得合同目标考核证书，办理决算手续，清理各种债权债务，缺陷通知责任期，通知期满后取得
履约证书。其实呢，我们可以看出来，双扣期合同收尾，他干的工作都是与合同有关的，是吧？都是与合同有关的。而项目收尾呢，项目管理收尾，办理项目资料归档，进行项目总结，对项目部人员进行考核评价，解散项目部。其实呢，与合同啊并没有什么太大必要的关联啊。通过这一个啊原则，你可以给它对比着记一记，是吧？如果说出现选择题，很可能的就是给大家混到一起，让你挑出来哪个是项目管理收尾，哪个是合同收尾。下面呢就讲了1054施工任务的委托模式。这里呢建议大家啊先不要看书了啊，就看一下 PPT 啊，因为这里呢每年是必考的知识点啊，应该啊至少一个单选，或者就是考个多选，甚至有的时候一单一多，是吧？施工任务委托的模式呢，可以看一下啊这个图。如果给出图啊，大家都看得出来啊，是个平行发包，是吧？业主呢把施工任务发包给啊很多家，把工会任务呢又发包给很多家，平行发包给不同的参与单位，是吧？施工单位或者工会单位叫平行发包。那还有一种模式呢，叫施工总承包。施工总承包，业主就是把施工任务发包给一家总承包单位。但是我们教材的图呢，还有一些业主私自选定的分包商，是吧？也可以。如果说你学过经济的话，你会学到一个叫总承包管理费，是吧？其他项目费中的总承包管理费啊，这个费用呢就是业主自己选定的一些工程分包出去，但是呢还是要总包来管，那你就得给总包一些管理费嘛，是吧？啊，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呢，施工总承包啊，施工总承包，如果有些专业工程干不了呢，它也可以发包出去，是吧？施工总承包也可以把专业工程发包出去。施工总承包这种模式啊，就是将施工任务委托给一个施工单位就可以。而施工总承包管理啊是什么样子呢？啊，就是业主在平行发包这种模式下啊，业主觉得啊自己人手不够，干不过来，是吧？管不过来。那怎么办呢？他雇了一个啊管理单位，是吧？雇了一个管理单位，施工总承包管理单位，进行管理这些分包商，管理这些分包商。一般情况下，这个施工总承包管理单位是不与分包商签合同的，而这个合同呢，大多还是与业主来签的。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两种模式。施工总承包管理单位呢，合同关系可以有两种，一般的情况下是这种，是吧？一般情况下是业主与总管签合同，业主与各个分包签合同。但是呢，总管与各个分包商有一个管理的责任，管理的关系，是吧？啊，这个图呢只不过是表达的合同关系啊，通过双线接线能看出是合同结构图，是吧？是合同结构图。第二种情况呢，就是业主与总包啊总管单位签合同，而总管呢也可以与分包签合同，这样呢减小了一个业主的风险，是吧？减小了一个业主的风险。如果说业主与分包签合同呢，有什么事业主这分包呢都直接找业主来了，因为合同关系是跟业主的，所以呢业主的风险稍微大些。但是在国际上，一般的情况下都是业主与分包商来签啊，这是啊常用情况。那我们再看一下他们总管和总包啊，施工总承包这两种模式有什么区别呢？我们说总管是建立在平行发包的基础上的，是吧？譬如说我们做一个地铁站，地铁站呢有十段工程，第一段的设计图我做好了，那我就把第一段发包给一家，啊，这家就可以进场施工了，是吧？然后我们等第二段又做好了，
第二段再发报给一家啊，第二段呢再进场，是吧？再进场施工。这样呢啊，十段做好之后呢，第十段再分包出去，啊，这样呢节省了一定的设计时间，是吧？而施工总承包这种模式呢，是等十段都做好，十段的图纸都做好，把这十段发包给一家，把这十段发包给一家，那这个设计时间相对来说周期要长一些，是吧？我们施工总承包与施工总承包管理啊，主要啊就节约了一段设计和部分的招投标时间，是不是？节约了一段设计跟部分的招投标时间，因为我这里招投标一个小分包一段的招投标，这里呢是一个总包的招投标，是吧？它就是节约了一段施工图的设计时间啊，你就简单的节约一段施工图设计时间就可以了，是吧？而且呢，我们施工总承包管理单位啊，就是 MC， 它的招标呢是不依赖图纸的，有没有图我都可以招，是吧？因为它赚的是管理费，你造价多少给我个百分之多少的管理费就行，是吧？在总造价上给它3%了操心费就可以，赚的是费率，所以呢它的招标是完全不依赖图纸的，这是他们的一个本质区别啊。好，那我们对比一下施工总承包跟施工总承包管理啊这两种模式。首先呢，施工总承包要依赖完整的图纸，是吧？要依赖完整的图纸，它报价呢在开工前呢就已经有明确的合同的一个总价，是吧？报的是总价，十段地铁的价钱都报给你，这样呢有利于业主的总投资控制。教材是这么讲的，有利于他的总投资控制，意思就是说开工了我就有了明确的总价了，我就知道我大概花多少钱了，是吧？相对平行发包来说呢啊，平行发包要等第十段发包出去才能知道我要花多少钱，相对来说呢有利于总投资控制。其实呢啊，我们这么讲，教材他考虑的还是不是太全面，是吧？因为你第十段设计完了再发包出去，跟它的周期不是也差不多吗？第二个，进度方面总管肯定是不利了吧，因为他要图纸都设计完，他的进度啊肯定不利，开工呢会晚一些，相对晚一些。在合同方面，这个合同方面是站在业主的角度上来考虑的，那业主呢只与总包签了一个合同，是吧？所以呢它的风险较小，出了事情只有总包来找业主啊，烦业主，分包呢找总包来，是吧？所以呢对业主是有利的。那么工程质量呢，工程质量啊，总包啊一家独大，是不是？总包如果是250，那这个工程质量啊完全做不好了，完全取决于总包自己的一个管理水平，是吧？和他自己的一个施工水平，所以呢质量上没有什么优势。而我们对比下总管这种模式，先看费用。费用呢，总管我说了他只赚管理费，只赚个操心费，是吧？不能确定总造价，所以呢他说可能成为业主投资总投资控制的一个风险。其实呢啊，在我们想，他十段发包出去啊，十段发包完跟我们整个图纸都做完发包的时间其实也差不多，那按理说呢啊，相对来说风险呢可能是相对来说有一点点啊，相对来说啊，教材这么讲你就按他说有这个风险就可以。第二个，进度方面总管这种模式不就是平行发包吗，是吧？肯定会有优势啊，能早开工一点点，所以呢它有利于缩短总工期。在合同管理方面呢，一般情况下招投标都是业主负责，合同呢分包的合同也都是业主来签，是吧？所以业主的风险比较大啊，对业主来说不利。质量方面教材讲叫符合他人控制的原则，有利于工程质量啊。譬如说我们做啊这一栋楼，是吧？那做土建的啊，这个土建工程做完之后呢，
装修的啊进来了是吧？或者安装的进来了，安装的进来肯定会看看你土建工程做的怎么样啊。那土建做的不好啊，安装的啊直接骂起来，直接找业主了，说前边啊土建做的是250啊是吧？做的不合格，这叫他人控制啊，分包商的一个控制是吧？这样呢，对于质量来说呢是有利的是吧？如果说你前面做的不好，你后边肯定是向业主吐槽嘛，最起码让业主知道啊，我干的比较辛苦是吧？还给前面的人擦屁股。那组织协调方面啊，组织协调方面有总包有总管，他们俩相同点就是相同的管理，是不是？就是相同的管理。所以呢，对于业主来说，组织协调啊都是有利的。这也是咱们施工总承包管理模式的出发点啊，基本出发点是什么？施工总承包管理模式的基本出发点就是业主省点心啊，找个人替他来组织协调，是吧？好，我们再简单对比一下啊，其实呢还是前面这些内容，说施工总承包与施工总承包管理相同跟不同点有哪些。首先，开展程序不同。什么叫开展程序不同啊？一个需要图纸全部出完，是施工总包是吧？而施工总承包管理呢，不需要完整的图纸。合同关系不同，前面也讲了。分包呢，在总包这种情况下，分包与总包签合同；在总管这种情况下呢，一般情况下是业主与分包签。当然也有第二种，是总管与分包签，是吧？第三个，分包的选任不同。什么叫分包的选任呢？就是分包的选择和认可呗。在总包这种情况下，总包这种情况下是总包选，业主来认可，是吧？有专业工程要分包出去啊，总包作为啊发包人这个角色分包出去，选了一个专业分包过来，然后业主觉得行啊就可以，是吧？因为总包要赚分包的差价，所以由总包来选。但是总管这种模式下呢，都是业主来选，业主选定分包，由总管来认可。总管说啊，这个分包太250，以前合作过啊，不听指挥，那也可以不管，是吧？也可以不负责。如果说你业主坚持要用的话，那我不管了，我不赚这份辛苦钱了，就这个单位我不管也可以，是吧？然后分包支付款啊，工程款的支付不同。在总包这种模式下，一定是总包付啊，否则总包怎么赚它的差价呀，是吧？而在总管这种模式下呢，付款有两种模式。因为合同与业主签的嘛啊，这个工程款可以是业主付，也可以是总管付。但是总管一定希望是总管付，是吧？总管一定是希望他来付啊，因为掌握钱才掌握他的命脉嘛，他才会乖乖的听话嘛，是吧？不听话就扣你钱，是不是？合同价格，施工总承包啊，因为有完整的图纸了嘛，所以他报的是工程总造价。而施工总承包管理这种模式下呢，总管单位啊只赚的是管理费呢，各分包呢报的是各分包自己的那一段的工程价，是吧？我们对比下来，他们的相同点就是对分包的管理和服务，也就是组织和协调是相同的，是吧？然后我们教材讲了一段施工总承包管理模式与施工总承包模式相比在合同价方面的优点。这段呢是经常考，这段我觉得大家可以画下来，因为不看呢还有可能犯错啊。这段46页最下面是总管模式与总包模式相比在合同价的优点有哪些。第一个，他说合同总价不是一次确定，某一部分施工图设计完成以后再进行该部分施工招标确定该部分合同价，因此整个建设项目的合同总额确定较有依据。他意思是什么？每个分包啊都报了，都选了个最低价，是吧？每个分包都选了个最低价，导致呢我们这个合同总额确定的有依据。
其实你说施工总承包确定没依据吗？也是按图来报的嘛。但是教材这么说啊，你就这么记。双括二，所有分包通过招标获得，招标获得有竞争的投标报价，对业主节约投资有利，是吧？都选个最低价嘛，所以呢，有可能是节约投资。双括三，在施工总承包管理模式下，分包合同价对业主是透明的，因为总管单位啊不赚差价。第三条还是比较好理解的，是吧？只不过是双括一啊稍微有点绕。好，第五个考点。第五个考点1055下面物资采购模式。在国际上，业主方工程物资采购模有多种模式，如啊这个里是12年、13年考过两次哈，12、13年考过，之前也考过，好几年没有考了。但是呢，其实它的干扰项都不好弄。你看它一，业主方自行买；二，与承包商约定为指定；三，承包商采购。最关键最后它有个等字儿，你说这个等字儿代表什么？还有很多其他的模式，是不是？所以你干扰项你怎么编呢？啊，我看了前两年出那个考题啊，其实呢不是太完美，有等字儿的这种选项啊，真的不太适合考题。出来的干扰项啊，就是你能说它没有那一种模式吗？是吧？业主就这么干，你有什么招？是不是？这里呢你就总结啊，自己买啊，承包商买，或者约定，还是约定完了指定，是吧？但是在我国下面说了，我国是严禁啊不得指定供应商的，下面那段我国建筑法不得指定供应商的。接着下面这一段最后一句话，采购管理应遵循的程序有哪些？遵循的程序呢，这里2017年刚刚考过啊，2017年刚刚考过，其实呢就是讲我们买东西的一个程序啊，跟我们生活常识是蛮像的，就像我们啊逛街买东西一个样子。第一呢，他说要有明确买什么东西，叫明确采购产品或服务的基本要求，是吧？就是明确买什么东西嘛。第二个，编个计划。第三个，进行市场调查，就是在市场转一圈呗，看哪家便宜呗。第四个，确定供应或服务单位啊，确定在哪家买呗。第五个，签订合同。其实讲的不就是我们日常的生活嘛，是吧？逛商场一个样子，只不过逛商场很少编计划嘛。好，我们做两个练习题。一，与施工总承包模式相比，施工总承包管理模式具有的优势，总管模式的优势是什么？ A 业主方招标及合同管理工作量小吗？应该是大吧，因为分包啊都是业主来选的，是吧？ B 工程款支付便捷啊，这个体现不出来，是吧？ C 缩短了建设工期啊，这是它一个明显的优势，是吧？就是在平行发包的基础上建立的施工总承包管理这种模式，所以呢能缩短建设工周期。第二题，根据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管理规范，下列项目总承包方的工作中首先应进行的是哪一个？那任命项目经理组建项目经理部呗，是吧？首先应该任命项目经理组建项目经理部。第四题，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的基本出发点是借鉴工业生产的组织经验，实现建设生产过程的什么？工程总承包或者项目总承包叫组织集成化，是吧？设计与施工的组织集成一家来做。第六题，关于施工总承包模式与施工总承包管理模式相同之处有哪些？A 与分包单位合同关系不同， B 对分包单位付款方式也不同， C 分包的选任也不同，是吧？那相同的就是管理责任和服务。第九题，建设工程项目总承包方式的核心是什么？项目总承包。A 实行总价标杆，错了吧？不在于总价标杆，也不在于交钥匙，
而是促进设计与施工的紧密结合，实现设计与施工的组织集成，为项目的建设增值，达到项目建设增值的目的，是吧？正确选项应该是 CDE。 第十题，在施工总承包管理模式下，对分包单位管理的特点。总管的模式下，一般情况下分包合同由业主与分包来签订，是吧？ A 错误。 B 分包工程款可以通过施工总承包管理单位支付，也可以业主来付，是吧？正确。 C 分包合同价对业主是透明的，有利于业主方的一个控制投资，它合同价是透明的，正确吧？有利于它的控制投资吗？这句话啊，说的稍微有点歧义，是吧？有利于控制投资的应该是总管啊，总包这种模式，因为前期我就知道合同总价了，总管这种模式呢，是有利于节约投资，并不是控制投资，是吧？有利于节约投资，因为各个分包商我都选了一个最低价，所以呢 C 啊建议不要选，像这种有歧义的选项一定要给它干掉，是吧？四 D 施工总承包管理单位有责任对分包人的质量和进度进行控制，这是必须的吧？让他来不就是管这个三大目标的吗？一，施工总承包管理单位有义务免费向分包人提供交售价吗？这个肯定没义务，是吧？而且呢，总管单位有可能也没有，是吧？正确选项就是 B 和 D 啊。好，剩下题目啊，大家自己看一看。重难点呢，我觉得还是概念的问题，把施工总承包管理和工程总承包一定要区分开，在我们二建教材中呢写的比较明确，因为给了一个概念解释，说施工总承包承包的是执行和组织的任务，执行讲的是什么？干活，是吧？组织呢就是现场的管理跟协调呗，而施工总承包管理呢只包组织，就是只包管理。这样呢我们也可以看出来他们的相同点是什么呀，就是现场的管理是相同的，是吧？现场的管理是相同的，对分包的管理。然后工程总承包一直在强调，也叫项目总承包，至少包设计跟施工你就记住这两样，设计跟施工就可以了，是吧？好，我们再看一下第六节第六节项目管理规划的内容和编制方法，这里呢每年也是考一分每年考一分，一分呢基本就是一道题。首先教材48页，先看1061最上面上面这段的最后一句话项目管理规划应包括项目管理规划大纲和项目管理实施规划两类文件。项目管理规划包括项目管理规划大纲和项目管理实施规划两类文件，然后上面隔一行，项目管理规划作为指导项目管理的纲领性文件。也就是说指导项目管理的纲领性文件是什么呀？项目管理规划。然后关于项目管理规划大纲管理规划大纲跟项目管理实施规划的内容这个内容一直没有考过，但是如果考呢，你看一下应该更好区分，是吧？譬如说49页项目管理规划大纲的内容，你读下来12345678910一直到双括号13，它的尾巴都是规划两个字，是吧？都是规划两个字。而项目管理实施规划呢，大纲的内容尾巴是规划，规划的内容尾巴是计划，你看50页它的尾巴都是计划，是不是？那就用排除法，如果真考了大纲的内容尾巴是规划，规划的尾巴是计划，是吧？听得懂吧？
然后51页1062下面第一段建设各种项目管理规范的规定，双括号一，项目管理规划大纲应由组织的管理层或组织委托的项目管理单位编制，双括二，项目管理实施规划应由项目经理组织编制。说一下这个项目管理规划大纲和项目管理实施规划是各方都应该编制的啊，这里并不是说具体的哪一方要编制的，业主方也要编，施工方也要编，供货方呢可能也要编，是吧？这个项目经理啊，指的并不是施工企业的项目经理啊，甲方也是有项目经理的，是吧？然后下面啊，下面项目管理规划大纲的编制依据啊，这个编制依据呢，没有考过，但是双括号二以及黑标题二下面的一、二都考过了，13、14、17啊都考过了，只有项目管理规划大纲编制依据没有考过。所以呢，我觉得啊，今年如果说重要一些呢，我觉得还是没有考过这个依据比较重要，是吧？下面四条：一、可研；二、设计文件、标准、有关规定；三、招标文件、有关合同；四、相关市场信息与环境信息。下面考过的知识点呢，大家就简单看一看就可以了啊。下面这几个啊，1、2、3、4、5这几条啊，都考过，而且呢，都是考过一次，是吧？都是考过一次，近些年考的。看一下练习题，第一题，根据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规范，项目管理规划包括哪个？一个大纲，一个实施规划，是吧？正确选项是四 D， 包括项目管理规划、大纲和实施规划。第二个，根据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规范，项目管理实施规划由谁组织编制？实施规划是项目经理组织编制，是吧？三，根据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规范，项目管理规划大纲的编制依据包括哪些？可研、相关市场的信息，相关市场和环境信息、标准规范、招标文件和有关合同文件啊。正确选项是 ABCE。 那为什么项目建议书没有呢？因为项目建议书啊批准了以后才编可研，是吧？也就是说啊，可以认为啊，编制管理规划大纲的依据是可研，可研是规划大纲的爸爸，那项目建议书呢就是规划大纲的爷爷啊。其实呢也可以算作一个间接的依据，是吧？只不过不是紧挨着啊，只不过不是紧挨着而已。依据的题呢啊，经常是这么考啊，拿出来跟它隔一个阶段的啊东西啊作为干扰项。其实呢拿这个做干扰项呢不太合理啊，不太合理，但是呢估计命题人也不太好找其他的干扰项。好，那今天呢我们课程就到这里啊，第一章呢还差几节，第一章呢可以说是最难的一个章节，后面呢网络图我认为都比这个简单一些，还是说咱们这个管理课呢相对来说枯燥，但是呢考察的还是比较简单，考察的还是比较简单，希望大家呢就是多看一看啊教材原文，看得熟了呢有可能啊凭语感啊，大家学英语知道很多题呢都是凭语感来选出来的，是吧？这个回放肯定是有的啊。咱们学习啊一定要静下心来啊，再次跟大家说，学习呢还是要静下心来。刚刚还看有个学员说啊有应酬，是吧？有应酬呢，其实在我备考那阶段啊，应酬基本上都是给推掉的，是吧？无论既然你决定考这个试了，你就要把下一个狠心，每天呢养成个习惯，每天7点或者8点你就坐到那里学习，逼着自己把自己的计划完成，这样呢你才会有效果。否则呢你这3天打鱼2天晒网式的学习啊，一点效果都没有啊，得出来的结果啊就是听完过两天忘了，什么也不记得。明天建筑实务跟机电实务应该是，后天是市政跟公路。
大家没有扫码没有关注我们微信啊，官方微信的啊，可以关注一下。好，没什么问题，我这边先下课了啊。